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叔。今天出来逛一逛，这里是苏州市的乡下，也是一个古镇，叫新塔古镇。这里是属于非旅游概念的古镇。这里的地理位置是属于苏州的南部，东边呢靠近上海的青浦，西边呢是靠近了浙江了。新塔在古代也是一个很繁华的古镇，这里跟周庄一样，古代是很繁华的，在民国时期这里更是很繁华。地理位置属于上海到浙江杭州的交通要道上吧。今天再看新塔，只留下的是沧桑和凋敝。欢迎大家跟随阿叔的镜头一起看一看这个昔日繁华的古镇，看一看这些与旅游无关、未经修饰的真实的江南水乡。欢迎大家给阿叔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更欢迎大家订阅阿叔的频道，跟随阿叔的镜头去看更多美丽的风景。谢谢大家。